范中换上期海论坛，我是丁世芬。台北股市呢，今天啊开低震荡，最后在期现货部分是同步下跌的格局。来看到在期货场部分，最后下跌了56点，收在7779点。昨天呢好不容易大涨之后，今天好像怎么又稍微回档了呢？那接下来这个行情要怎么来做看待？节目上赶快先请到专家，巨阳投顾分析师钟建安，建安哥好。好，师傅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。是江哥，你这个特别跟大家讲说是一个震荡格局。是的，没来我都有记得是震荡。没错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好像说天气越来越暖和，然后黑天鹅又出来了。嗯、那今天看看，本来昨天大涨了之后，感觉上今天好像其实又有一点点弱下去了。对。现在这个震荡的格局还是依旧是这样看待吗？好的。震荡高手盘就是会让你没有方向的行情。那建安老师有提醒大家，对不对？不要做双枪侠，做一个方向就好了。你看哦，昨天如果尾盘说哦好强哦、嗯，做多了啊留仓，看到对啊，看到美股掉下来之后，我跟你讲，你连困你都困没起啊，了解不？所以不要当双枪侠，做一个方向就好。你要做多也可以，你要做空也可以。建安老师已经告诉你了嘛，急涨急跌反向操作嘛。好，建安老师有跟你分享哈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以外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想要问这个问题。目前为止，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，因为只剩下那几个工作天，我们就要做封关的动作了。所以你这样问。建安老师要不要爆股过年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啦，要不要爆股过年要看你爆的股票对不对啦。如果你的股票不对，你那爆股过年你干脆爆红包过年算了啦，不要乱爆好不好？所以要不要爆股过年，等一下我会告诉你。这个是大部分 90% 以上的散户现在正在问的，说到底要不要爆股过年。我跟你解完盘之后，有没有你搞不好说哎呦好恐怖哦，我还是不要爆股过年，会不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们慢慢讲。所以行情还是要属于自己的见解，更改真的是最重要。建安老师告诉你，现在就是一个震荡高手盘的一个格局，它就是震荡高手盘的格局。不过我必须要提醒你一下，有很多国际的因素必须要清楚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想请导播帮我上一下陆股。我们来看一下陆股目前的日内走势图，跌 6.42%， 前波的低点2844跌破，一跌破之后再送100点。也就是说之前跟很久的，我们看一下它的 K 棒的排列，之前跟很久的股上证指数没有破底，今天正式破底了。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好像大家都在轮流，你知道吗？全世界都在轮一次，就说反正就轮流破底。目前看起来就只有一家还没有破底的，就是加权台湾股市的加权指数会不会破底？我不知道，陈老师不是神，因为我也不是控盘手，我只是告诉你说，真的趋势的力量很大，要稍微尊重一下哈。不是因为一个人，你想一件事情，中国大陆有没有国家代表队？有哎，而且是共产党哎。共产党你知道吗？国民党打不赢的，跟民进党一样打不赢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连那个国家代表队都护不住了，你觉得台湾会不会护得住？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去猜，反正现在就要告诉你结论啊，这个很重要。 OK， 好，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，我已经有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从台股看世界，因为现在全世界不是缺钱啊， QE 没有用的，中国大陆 QE， 日本 QE， 欧洲 QE 没有用的，因为现在不缺钱，现在只缺进场的信心。你如果进场信心没有，你印再多的钞票只是让人家去放空而已嘛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所以就从台股看世界，没有量的一个状况之下，所以就会很容易大涨大跌。我已经有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就不再解释了，因为没有量的惯性，所以他就必须要透过大涨大跌去洗刷刷。剩下七个工作天就要封关了，1月28号摩台指就要做结算了，很多重要的数字都卡在这个地方。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很明显的，我还是必须要把这些数字提醒大家。来啦，我告诉你啦，摩台指的法人换仓成本只加了305.8，今天收完盘的摩台指是283，也就是说狂赢二十几点，大概五六百点，也就是说空方有没有根本不用出力，已经嘛底下敲卡链吹吹啊，你敢知？已经在那抽烟了，你知道吗？抽烟没算钱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谁压力大？是多方压力大，不是空方压力大，是多方压力大。所以从这个数字是这个样子，所以结算完之后它会换仓在哪个地方，这个就很重要了，江老师会跟你分享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，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日子，每天都有重要的日子，就还台股就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？
就是一个月有没有有两次嘛，一个台子期结算，那个摩台子结算嘛，啊，每个礼拜有没有又有周选择权结算嘛，就是安内啦，做不发抖哎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明天的周选择权结算的一个状况。今天收完盘的时候是收在7825，好，所以刚好很刚刚好，这世界实在太神奇了，捷克，然后人家刚好收完盘收在7825，结果刚好你看7800跟7850点的合约，来，我你看啊、哦，右边7800的合约支撑是13000多口未平仓量。7750点的合约是12000多口的一个未平仓量，算多哦，因为明天就要结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看左边，来看左边哦，7850点的一个未平仓量是12000多口，所以压力跟支撑的力道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今天是不是刚好收在7825？没人叫你赌好的啦，对吧？所以7900的一个合约是15714，所以今天重要了，很明显的周选择权结算，如果明天没有发生什么，今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话。7825结算是最符合庄家的利益的，因为从选择权的未平仓量告诉我就是这样。那今天晚上如果发生什么变化的话，那就是明天再看了，所以很明显的上下的一个支撑跟压力的力道是很平均的，没有往另外一个没有单独往哪一个方向偏，所以就看今天晚上美股的一个表现了，所以就会从周选择权的一个 角度是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一样的我们还是要把大盘论述过一遍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，因为大盘的一个周线还没要黄金交叉，所以就以中长线的角度它还是比较偏空，但是就以短线而言的话，我们从工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它是黄色的 K 棒，连续两天都是黄色的 K 棒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给你一个结论叫做震荡高手盘，而且这个是真真切切的震荡高手盘哦，不是蓝 K 棒的震荡高手盘，是黄 K 棒的震荡高手盘，所以它是操作难度非常高的，它是基本上是没有方向性的，跳来跳去完全没有方向性，这样了解哦，了解了，所以行情我已经跟你讲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也告诉你，中国大陆又破底了，又往下崩下去了。那明天台股真的很重要，因为台股是独强于全世界，独强于全世界，真的是全世界够强哎。好了，这样点到为止嘛，对吧？说当天要护盘，我们要尊重一下，不然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再聊一下今天的一个当冲 OK 吗？如果假设你今天当冲不 OK 的话，那就是姜老师跟你讲过的啊，一定要学跟屁虫交易法啦。跟屁虫交易法就是要看懂价量关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日内走势图哦。今天的高点7810，今天的低点7745，就在这瞬间，一瞬间把高低点价差结束掉了。那好，你在30分钟就把高低点就结束完了之后呢，横盘整理了那么久，今天真的很黏呢，超级无敌黏。来，这时候来，我必须要跟你分享哦，我们散户有很多的毛病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毛病叫什么毛病？叫做过度交易。你知道像这种行情有没有最容易让我们的散户过度交易？为什么？因为很容易成为惊弓之鸟，拉上去的时候感觉要攻高了，打下来的时候感觉要破底了，你就这样拉拉扯扯，拉拉扯扯，拉拉扯扯的过程当中，你就被扒来扒去，完了之后就过度交易。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日内走势图，就是长这样。你看哦，它说像洗来洗去，刷来刷去，洗来洗去，刷来刷去，你就会很容易像惊弓之鸟一样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？来，我必须要跟你分享，散户有一个很重要的毛病，这个毛病就会造成你过度交易。那怎么办？我等一下跟你讲。来。散户编号第18号的毛病叫做穷紧张，咱台语叫熬紧张啦，熬紧张应该叫一个下一个货有没有？熬紧张，超级无敌紧张，做多也紧张，做空也紧张啊，不做也很紧张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天天那么紧张的。所以当你很紧张的时候，再配合上今天的走法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走法啊。穷紧张嘛，对不对？再配合今天的一个日内走势图，你今天就不是过度交易了，洗来洗去你就饱了啦，不要这样子做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工具的画面，今天是空方空盘还是多方空盘？很明显是空方空盘，而且多空交叉点位有没有站上去？并没有啊。来，期货呢？大户呢？忽多忽空了，散户呢？也是忽多忽空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工具告诉我们什么？如果假设你看一下工具有没有？哎，两名做空又变黄 K 棒，完了之后又变红 K 棒，哎、啊、又黄 K 棒，那、啊、怎么办？这就是姜老师告诉你的。现在就是人工盘，现在就是顺势交易的天底盘，那你应该怎么样？很简单嘛，你只要把你的速度放慢啊。今天姜老师做什么动作？当冲都没有动作，不需要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在那边扯来扯去，你当冲为什么要做动作？姜老师只做波段单而已，只做一个动作，就是把我的速度变慢。那了解意思好不？所以姜老师教你的不就同一套吗？我没有教你两套，姜老师不是那一种老师，有没有？今天打下来了，就跟你讲说昨天拉留空单。今天拉上去了，就跟你讲说他昨天留多单，这行情都他的。
江老师不会这样，好不好？我赔钱我也跟你说，我赚钱也跟你说啊，不就是这样？你要的是教你怎么做交易，而不是表演给你看怎么做交易，不是这样，是真切的告诉你怎么做交易。所以如果假设你有散户的毛病叫穷紧张，你今天一定会过度交易。如果你过度交易的话，那不就中枪了？了解后，所以我们看一下工具的画面了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，不要自己在那边欧北穷啊，空方控盘。那你觉得红 K 棒要不要做多？很明显的是价量不同一下，你可以稍微等一下嘛，不就是这样嘛？好，所以江老师跟你分享了就是这么样一个道理。江老师教你的就是跟币种交易法，好，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法，你只要学着做，跟着做就可以了，好，了解后。所以当你怎么操作怎么不顺的，我的看法还是一句话，请你记得一定要懂得退场观望，方法不对就请你退场观望。有时候是你的心，你的心跑掉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有时候要退场观望一下。像我会告诉我的学员说，如果假设你今天操作不顺，好，江老师也常常会这样，没关系，你就把电脑关掉，把你的笔记型电脑把它盖起来，完了之后有没有去 Seven 买第二杯咖啡？为什么？因为第二杯半价，就买第二杯就好了。但是我怕你会被小姐骂，要买两杯哈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是让你的心情先沉淀下来，明明你就做不赢了，冲上去你也被扒，打下来你就被扒，啊，那怎么办？那这是退场观望，这不是江老师常教你的吗？打不赢要懂得退嘛，不就是这样？所以请你记得方法不对就请你退场观望，否则就是好好运用天然的上好，简单的上好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再把操作周期固定，剩下的还是那一句话，请你按表操课。按表操课两个层次，第一个一定要控紧资金，第二个一定要每笔跟单，不可以选择性跟单，否则你的绩效一定会不一样，你了解后。所以如果假设你方法不对的，就想一下是不是应该运用 K 棒的颜色来帮助你判断多空。如果假设你是学员的，请你静下心来想一下江老师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。对，好，这是在今天行情部分哦。那当然呢，接下来在筹码面部分要怎么做观察，尤其外资部分，对，再加上28号要结算了哦。那现在来说呢，外资今天的筹码面变化有什么样关键的变化吗？嘉安哥，好的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外资也越做越短了，真的跟散户一样，昨天是买超嘛，对，现货是溢哦，是溢哦，不是口哦，是溢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今天又卖了45亿，啊，被逼的，你知道，被逼的，不是有一个广告吗？悠悠卡被逼的，对，真的是被逼的，真的哈、哦，你把那个行情控成这样，人家外资真的就是吃你豆腐啊，不然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来，三大法人总共卖差了54亿，所以很明显的另外一只手真的有撑哦。昨天才买了50几亿，竟然可以大涨快要100点，今天卖了50几亿才跌了50几点，所以很明显的另外一只手真的很用力。好，来，那个期货的一个部分一样平仓了602口，所以净多单23000，没有参考价值，我就跟你说过了，这个没有参考价值，因为这不是外资的实质多单，所以这个中性看待就可以了。好，选择权的部分16000，选择权的部分50000口，昨天是23000多口、哦，一口气就把它的多单平仓了27000多口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中性看待，好，中性看待。来 ，put call ratio 的部分越来越小了，原本昨天是 1.2， 今天是 1.16， 所以只能稍微中性偏多来看待，好，不能偏多，只能中性偏多。好，散户多空的力道嘞，没有参考价值，-9.1， 昨天是-10点多嘛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中性来看待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一样的我们要看 K 棒的颜色， K 棒的颜色才是依归，做多做空还是要看 K 棒的颜色，长线也许是空，但是日线型的 K 棒它会让你知道现在的惯性到底是多空还是盘，这个还是很重要的，好，了解后。所以日线型的 K 棒还是黄色的 K 棒，也就是江老师所定义的震荡高手牌，也就是大家平常所听到的横盘整理盘啦、啊。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横盘整理盘，是没有方向的行情，所以请你记得还是要耐心的等方向，在区间震荡整理盘的时候，请你记得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你判断得空。对，好，这是在这个筹码部分哦。就在选股呢，这几天来说，其实行情这样大涨大跌的，这一下上一下下，没错，选股也很关键，而且还是要用 K 棒颜色来选股，对不对，嘉安哥？在这个选股技巧上中，今天推荐大家哪些？好的，我跟你讲，刚刚第一个问题啊，可不可以爆股过年？冷逼要经历的会晓啊，安怎讲？只要它是红 K 棒，你就给它死爆活爆都没有关系。我讲的是只要它是红 K 棒哈啊，但是你不要把红 K 棒抱着蓝 K 棒，你还不跑，这样不行了哈。所以只要它是红的，你就爆股过年；只要它是蓝的，你也可以爆股过年。嗯，为什么啊？你就放空就好了，谁叫你一定要做多单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只是蓝 K 棒，你就是放空，你也可以爆股过年；只要是红 K 棒，你可以做多，你也可以爆股过年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重点就是你要选对股票去做多或做空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如果假设是一个蓝 K 棒，你做多你要爆股过年，那这叫那就找死了，不能这样子啊！好，了解好，所以来我们看一下几档股票，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到底有没有哪些股票是 OK 的。我不要跟你讲汽车概念股了、啊。
很多人跟你讲同志有没有？那边也同志，这边也同志，上面也同志，全部都同志，对不对？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们就不讲同志，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新鲜货？有，3062的健康，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第一根冲出去？第一根冲出去，而且是很红的一根红 K 棒，涨停板哦。所以你觉得这个可不可以爆股过年？当然可以爆股过年啊！啊，但是问题是什么？如果假设你有这档股票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散户的毛病是什么？穷、紧、张，也就是说，好不容易你买到3062的健康，结果今天涨停板，你是不是因为高金丢，结果你的酸啊，就跑掉了？红 K 棒要抱住，不是要让你酸的。你说啊，赶快获利了结，又来了，每一次都这样，赚都是赚那个一点点的，赔那个很多点的，不能这样，好不好？江老师教你的方式就这么简单哈。好，6238的什么胜利？汽车概念股就这一档股票，冲冲冲冲最快，对不对？我们给它放大一下，第一根红 K 棒又出去了。了解不？所以这些股票可不可以爆股过年？当然可以爆股过年啊！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一般散户都没有了，那么高叫我追有没有？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般散户会赚不到钱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来，352的一个同志，好了，也是要流行款一下，人家有没也要有一下，对不对？好了，352的同志也是可以爆股过年。好，除了这个以外，来认真有纸跟笔的，请你认真抄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假设我常说过了，横盘整理盘的时候，你要做多可以，你要做空也可以。但是我要告诉你说，现在感觉好像做空的股票比较多哎，随便是一杀都有，你知道吗？江老师，你是不是要跟我讲瓶盖股？我跟你讲，新鲜货真的，一大堆新鲜货。来，大家不是讲生技吗？大家不是讲太阳能吗？我就不给你解生技。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太阳能5483的中美金，来，你告诉我什么颜色？蓝色的 K 棒。3519的绿能什么颜色？蓝 K 棒。3576的新日光什么颜色？蓝 K 棒。那你觉得是要爆股过年，是爆多单过年，还是爆空单过年？你知道吧？蓝 K 棒你觉得怎么？你应该要爆多单吗？不应该吧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敢爆空单的，你应该也要空手观望嘛。如果假设你有这些股票，安利了解不？就这么简单，冷兵的经历的也要来。6176一个瑞又要破底了。啊，护盘有什么用啊？不要再乱护了，好不好？昨天不是很强吗？吼，拉金融股，结果呢？2881的富邦金更被得退路啊，又要破底了。这些都是钱，你知道吗？又来了，2882的一个国泰金，有比较厉害吗？拉上去不又是得退路吗？对不对？好，2409的一个友达，不是护盘那个护半套的，有没有发现这一根是硬拉上去的？结果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这个低点就是在前坡的低点下面，就刚好在那个成本，他只要把他的成本拉回来，黑的拎大外逮几啊！每一次护盘都是护半套的，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，所以很明显，2409的友达已经是变成蓝 K 棒了哦。4401的东龙芯，来我给他缩小一下，每一次拉起来的时候，过每两个礼拜破底。那这一次拉起来的时候，来我们来看看会不会过每两个礼拜又破底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昨天很冷对不对？一直跟你讲说什么哦，又是什么羽绒衣什么衣什么衣。有时候我们做股票哦，莫别看新闻啦、啊，真正我别跟你骗，那贴着盘面就好了。我都不喜欢解基本面跟解消息面给你听，因为那个没有用。K 棒的颜色会告诉我一切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来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很多来9945的润泰新被做到这坑，你有看到吗？各位破底啊，你敢知？2915的润泰全赶快被破底啊，你敢知？2347的联强赶快嘛被破底啊，在中国大陆卖电脑卖上好的就是联强，你敢知？1507的什么永大这等推的破底，表示安怎？景气无好啊，什么人要电推啊？连电推都做未出来啊，了解无？所以1507的永大都已经告诉你这个，你觉得景气 OK 吗？来2542的新复发，你觉得 OK 吗？感觉要破底了。8044的网家有没有什么第三方支付？你怎么有破底？什么第三方支付，对不对？那之前讲很久了哈，4979的一个华星光，3234的一个光环，有没有发现蓝 K 棒的多还是红 K 棒的多？很明显的是蓝色的 K 棒真的比较多，所以如果假设你要问我要不要爆股过年，我只给你一个答案：红 K 棒你可以爆多单过年，蓝 K 棒你可以爆空单过年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你不要再问说到底可不可以过年，都可以爆股过年，只是要爆多单还是爆空单，这个是重点。啊，你了解哦？有没有教你的？有了哈、哦，要不要用？你自己决定，我没有意见哦。江老师不会去强迫大家一定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哈、哦，所以方法不对，请你退场观望啦，否则好好的运用天然的雄鹤。简单的上好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再把操作周期固定。剩下的还是那一句话，请你按表操课最重要。简老师念字在字的都是这样，
按表操课其实就是守纪律，守纪律两个层面，你的资金一定要控紧一点点。江老师告诉你一层就是一层，告诉你五分之一就是五分之一，不要自己计较，底下加减码，加减码我跟你讲，人是安尼啦。我在抓你的时阵嘛，我跟你讲一层，结果你自己计较变成两层，变成三层，你会惊未？会啊，因为那是你自己加减码的，你的心就会跑掉，一跑掉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按照我的扣训做了，不就是这样？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所以只要江老师赚大条的，你都没跟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都会属于自己的想法，这样不对，了解不？所以当你方法不对的时候，请你退场观望，否则就是好好的运用正确的方法，守纪律的操作。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，真的静下心来想一下江老师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？对。好，所以报报股过年哦，大家应该要学下来了。当然，后续来说呢，明天行情怎么来观察，还有更多分析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，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。02-2506-6808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，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订电购电视热销，挑战最低价。Bounce 天然果汁每瓶只要66元 ，Wally Fish 独家送眼唇卸妆液，富士胶原蛋白下杀8折，记忆枕买一送一只要799，加入会员就送200元购物金，消费满额再送500，快上网搜寻电电购。血清素是人体最重要的快乐因子，香蕉的植物血清素最高，一颗胶囊等于13根香蕉，帮助入眠，快乐满点，快搜寻乐活香蕉。打造你的城市竞争力，文门站起来，塑身科技再进化，隐形体雕新概念，360度隐形贴合，无痕体雕，找回你最美的曲线记忆，请上网搜寻 Molly Fit 玛丽菲斯。上班适应吗？嗯。那个人他一直在看你，你认识他吗？你来干嘛？我来接你啊。这很丢脸，你先回去啊。不能再喝了，真的睡不着。你不管，这杯是我做的，你一定要喝。对话更有温度，没咖啡。下一根 K 棒怎么走，没有人知道。盘势应对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以退为进，重新开始，全面量化专线02-2506-6808，02-2506-6808。好，今天行情最后是下跌的格局，不过今天如果做当冲的话要怎么来掌握呢？其实今天的这个感觉上是不太好操作啊，这个震荡幅度不是很大，没错，今天做当冲怎么办？建安哥，很简单，我告诉你的就是那个口诀啊，做多做不赢就做空，做空再做不赢就是盘整，盘整打不赢就退啊，就是这样。江老师教你的口诀就是这么简单，其实教育就是这样，你想想这样，你想太多的时候你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阿拉贡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台指期的十分钟的 K 棒，你会发现今天运用工具的话真的很好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开盘的时候在这边，收盘在这个地方。那你想一件事情，开盘是蓝 K 棒，感觉要做空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想要空方控盘力道一咪咪，又遇到大户在跟他给对干啊，两个根本就不同方向啊，啊你觉得咧啊，再加上又出现乖离讯号，那你想就是啊，不然这样子好了，我就看你们两个表演嘛，表演完之后有没有要杀要剐，我再进场去收尸就好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江老师教你的不就是这样？看懂价量关系，了解没有？看懂价量关系你就知道啊，对吼，啊今天是空方啊，但是问题就是大户不捧场啊，硬在那边顶，一直在那边顶，一直在那边顶啊，你觉得会下得来吗？啊也下不来啊，啊不就是这样？所以如果假设你运用当冲的，那就很简单啊，你就观望看大人表演嘛，表演完的时候该出手再来出手啊，如果他
你表演不完，那就不要出手啊，不就是这样？所以今天姜老师当初没有出手，我们就是我们就出手波段了哈。所以方法真的很简单呐、啊，不要想那么多，你光看一下今天的力道跟昨天比差那么多。哦，昨天的一个多方力道跟今天的空方力道一对比，大概就知道说啊，今天应该是没有什么行情了，哦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哦，了解哦。所以方法不对，请你退场观望。每一次姜老师教你的方式就是如此哦。所以如果假设你有编号第18号的毛病，穷紧张，你今天肯定一定会过度交易，被洗来洗去，被扒来扒去，一点都不好玩，一点都不好胜。哦，了解好，所以请你记得，如果假设你有编号第18号的一个毛病，请你一定要用正确的方法来帮助你判断多空哦。还是那一句话，方法不对，请你退场观望，否则还是一句话，天然的熊鹤，干单的熊鹤啦，把 K 棒的颜色准备好，再把操作周期固定，剩下的还是那一句话，请你按表操课，最重要，控好资金，每笔跟单。就这么简单，所以等一下广告的时间，想一想是不是应该运用 K 棒的颜色来帮助你判断多空？对，好，剩下最后一点时间，我赶快来掌握一下。明天呢？明天部分要怎么来观察这个观盘的重点要放在哪里？嗯、尤其啊，这个多空的焦点点位在哪里？江安哥，好的，这个很重要哈。首先第一件事情，你已经知道大陆股市已经崩下来了嘛，就是破底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美国股市就很重要了。如果假设美国股市被中国大陆带下来的话，那你觉得明天的台股会 OK 吗？如果明天的台股 OK， 你也要想一下外资会做什么动作，一定卖股票的嘛，不就是这样嘛？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，你必须要观察了。第二件事情当然是多空交战点位，哇，越打越低了。昨天是打在7800多，今天打在7700，差16点。还是一句话，唔好去先细条诶，去了解大条诶。明天8:45之前，建安老师会公布在盘中教学7700，差16点。第三，建安老师不会是一个阿甘，懂你什么什么阿甘？如果假设我们台湾那一股护盘的力量很强的时候，你还是要看区间，你千万不要因为中国大陆崩盘，美股掉下去，那你就觉得一定要崩盘，没有那么一回事。我们还是要尊重场上那一个人，这样了解哦。所以最后呢，还是要提醒大家，这个多空交战的点位7700，差16点，明天8:45之前会公布在盘中教学，唔好去先细条，去了解大条，对。好，关键哦，还是要看国际股市的部分，大陆跟美国是非常关键的。明天同时锁定我们的节目，感谢收看，我们再会。